我们最近正在就是录制我们的第一张专辑，然后希望如果顺利的话，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就可以推出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这首歌也会收录在接下来我们的专辑里面，它算是一首我们近期比较新的创作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歌名叫做《白色的线》。Yeah.